大爷，我们萍水相逢，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。那个是破天锤，用它可以砸碎岛上防守用的石像，那些机关就会自动失灵，到时候再去找那些仙女也不迟。还有那颗药丹，你吃了它就不怕岛上的瘴气，想留多久都可以，直到找到那些仙女为止。快吞下吧。这里就是仙灵岛了。
香啊！